一，个别房间属于私人领域，未经允许禁止进入。二，使用完浴室，请刷地板并拖干。三，厨房使用遵守先来后到。你这什么鬼啊？四，哎，闭嘴！食材存放空间平均切割，不可擅取。你这个人真的很奇怪哎。你问的方式好像你看不懂字一样，我好心帮你解说哎。你这个人。五，禁止带他人回来过夜。以上五点生活公约，请你遵守。所以你刚刚洗澡洗这么久，是在里面有乖乖拖？二，使用完浴室请刷地板并拖干，都写在上面了。算了，反正我明天就走了，你自己跟自己遵守这狗屁公约吧。这怎样？四，食材存放空间平均切割，不可擅取。你这人是有病是不是啊？你怕别人动你食物？反正我又不会吃你的东西，你搬走之后随时可以回来拿。还是你今天就把它们吃完。今天吃完 ，OK 啊。我明天再。你干嘛？一直以为工艺坊的组长应该是要很稳重的才对，不得不认同你今天所说的，我见过的世面真的太少了。那是因为你看得不够仔细。